起来，吃水。要上化妆室的哈，一旦去。谢谢哈，潘教授。各位学员，各位同心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特别回家的，真欢喜。那个，伊的伊的结业证书拢有交无？有啊，敢毋讲欠七张？有啊，拢有报。早转去，早转去也无效啊。那个，这期是咱第四期的行政甲参议员的高级班的研习班。啊，这期会当讲是咱去年以来的高级班的最后一期。啊，所以一年有人会感觉讲吼，啊，本来有想要参加高级班的，啊，时间排不出来怎么办？拍摄，各个的高级班可能要，我估计啦哈，差不多要半年后啊。因为咱叫美国 USMG 的希望啊，希望伫即摆开始呢，真短的时间呐、啊，我们的六个州加上一个特别行政州的原住民州啊，七个州呢，在最近的一个，在今年这个月的月底之前呢、啊，所有的内阁。州的内阁跟州的参议员，中央的参议员全部要到位。啊，那叫咱现在的高级班哈，因为你没有受过高级班，你就不能够在我们的内阁或者是参议会里面呢担任职务。因此呢，在这个月内底，那你各州的州内阁跟州参议会，还有中央的内阁。中央的参议院的议员会全部都到位。坦白讲，美国很着急。上个礼拜，顶礼拜吼，咱家嘟嘟啊，甲签迄个啊，做 USMG， 就是美国军事政府要求讲，因为咱已经准备要甲搞啊，本来是下个礼拜，我们告诉状就要提出去了。这边要甲告美国什么代志？咱是告美国的国防部。其实美国的国务院甲美国的国防部是不一样的。美国的国务院底下有一个组织叫做 AIT。AIT 和 AIT 对口单位就是流亡中华民国政府。USMG 美的国防部，美国国防部底下的 USMG 的对口就是台湾民政府。所以我已经讲过好几遍，台湾民政府事实上前面要再加两个字，美国。但是你若不来受训，我一声在外口去讲哦，美国台湾民政府打拢回去，听无啊？但是你有受过训，你知影讲美国台湾民政府到底是什么？所以对咱内底来讲，咱讲是自治学院，但对外口来讲，咱个叫做建国学院，没有办法，因为台湾人65年啊，和国民党已经洗甲戆戆戆啊，甚至戆到吼，你家讲伊甲你骂呢，讲你安尼。拍个拍，我看你拢捌拄着啦。啊，但是唔是咱拍个拍，是因遐拍个拍。啊，所以美国军事政府安那甲恁讲，哎、欸，老兄啊，占领就是占领啊，你要跟他讲什么？你占领就是要服从我啊，啊那不外面啊，再打一仗啊。所以美国讲啊，台独代表战争。是美国在打你呢，不是中国呢，中国跟台湾人完全没有关系。2月28号，
日本的参议会的参议员叫做亚马塔尼山谷，提出43号质询文，你敢讲到底日本政府有没有把台湾交还给中国？你要求日本政府回答，日本政府正式回答，听清楚哦，他说日本政府不是日本天皇哦，日本政府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放弃台湾的管辖权。你们拍手哟，啊，现在放弃管辖权你现在听有吗？你以前如果没来上课你听有吗？听没啦，啊，你现在听有啦。后面还有一句话他没说呢，台湾的所有权是日本天皇的。啊，你看你现在很清楚的，但是你同样这样的话你跟外面的人说，他会说你不带，他会说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天皇已经都没有权力了。 No， 所以今天我们台湾人去争执的就是一点，我可以告诉你100%的保证一件事情，全世界不可能说不要照法律来走，用感情就可以说那个国家就说要跟他欺负要建国，不可能啦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你要记得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，你把这两句话深深的在脑海里面记住，后面你外面你很好用的啦，说几波你就跟他说一句话他就倒了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占领不得移转权，所以啊，每当选总统嘛，啊，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，所以蔡英文说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你说不对，为什么不对？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，啊，你蔡英文自己讲说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嘛，他跟你说的，所以道理这么清楚。啊，你听有无？听有啊啦。安尼这种受训有效无？有效啦。哈、啊，好。哎，袂歹呢。所以呢，另外甲各位讲一个好消息。稍等下翕相以后哈，伫后边哈，网啊顶，迄、那个即卖网啊顶是比前一期的搁较好呢。有些人跟我说啊，不能够送来一人2000几块呢，我说我跟你说呢，人说后期都要介绍学生呢，对不对？对，较大声，他才有听，对不对？对，后期26期是16号17号18号，你们要介绍新生，对不对？对，真的假的？等一下哦，后面去领哈，翕相以后领一个就好，一个2000几块吼，唔能讲领太多啦。好，你唔能讲哦，啊我住宿交10000块，我领两个领三个，不要这样啦啊，领一个就好啦，真的很好用啦。迄伫日本的迄个什么展吼得奖，恁带你去看，足大的足大一个。啊，当然吼，你有的是坐高铁啊，是坐家己开车吼，你就自己可以载。啊，这是唔是特级有诶呢？顶级的迄个普通班无呢？那是因为高级班，哇，这高级班东西，我们的将来的精英呢，都是我们的内阁呢。哦，这内阁你都要赏银。伊逐天若看到补文登也讲，感谢尤先生。这就是，但是我看半年后吼，大家应该都无通去赏个啊，因为剩无真多啦。啊，我甲各位阁讲一个我那好消息啦！他拄啊开会时，恁头看咱决策委员会伫开会，迄开会就是吼，所谓州长甲副州长甲决策委员，因为美国上个礼拜哈，上个礼拜呢，我在咱签开会时，我签署了一个文件，这个文件是美国要求 USME 要求讲叫咱来申请护照，
不叫护照了 ，passport 不对了，应该叫做 travel document， 就是旅行证件，跟什么？跟那个琉球的那个旅行证件一样啊。后摆咱台湾人要出国，用那个旅行证件就可以，可以去哪里？美国护照可以去的国家，我们都可以去。所以中华民国，伊最近伫甲美国要求讲，因都爱免签有啊，很多问题啦。你 A T 两个月前，你甲你讲啊，金门马祖是中国个啊，伊甲你讲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免签啊，金门马祖来当，金门马祖的人是中国人呢。啊，那中国人会当免签的，全中国拢免签啊。啊，这就完全符合毛泽东讲一句话，哦，你。你讲，伊讲美国改讲哦，你虐待人权呐、啊，哈，哎，不尊重人权呐、啊。毛泽东改讲一下，那你要多少人？一亿个人都不够，我送给你，没有假死的。所以，你讲中国要免签呐、啊，还阁真拼嘞，我无甲你骗，两个单位不爱签呐、啊。第一，国安局不爱签呐、啊；第二，司法局不爱，嘿，司法部不爱签呐、啊。啊，咱呢，我点点甲你看。你个会，你讲免签，不用签证，你甲签干嘛呀？伊若敢签，咱就敢搁甲过。虽然今日三十几个人正式向 USMA 申请护照，表嘛拢送来，填好啊。来，这两这礼拜，你免烦恼啦，啊嘛免嫉妒啦。这三十个人有哦，在座拢有啦，很清楚嘛。啊、所以就是讲哦，若要死，阮三十几个先好死啦。你会惊啊？哦，摕到迄护照，毋知会死，要来关无？免关，免关，也免烦恼啦。所以呢，咱即卖进度非常非常的紧。所以后壁迄步，若摕到即个护照以后，安尼命啦，过个命啦。对，巧。你若无甲接海关吼？那边啊出哩，去到地摕到迄本迄个 USMG 的 travel document 要出哩的时阵，要求啊中华民国海关啊、移民署啊，袂当出哩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若袂当出，咱甲美国讲，啊你发图啊，你唔要甲我装死啊，啊你还摕到我要创啥？你上无歹开放两个迄个啊做关卡，啊美国有开两个关卡无？有。三一一的时阵 ，AIT 遐开两个有啊，哇，咱去接管，啊，就过啊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中华民国，伊安那算，咱就安那算。但是我跟你讲一句话啊，我们不必跟中华民国直接对抗，我们是要跟美国军事政府拿政权。所以我们跟中华民国之间不会冲突，没关系啊。啊，这台湾人就他敢不能派伊？你若叫是讲我是中国人，台湾人是中国人，安就去啊。安尼你就去金门妈祖就好啊，很简单啊。所以咱今日上课上界主要的目的，你甲讲一讲，本土台湾人唔是中国人。现在日本的参议院正式回答，我们只是放弃台湾的管辖权，所以还是天皇的啊。所以后礼拜咱照常要甲过，我嘛提防美国人惊大撒波啊。嗯，来你申请哦，啊，给你冻两个月、三个月，歹势哈。我必先甲告咧，后礼拜就甲告。啊，你若真正发火，我就撤回，安尼好唔好？跳，用法律啦，吼、哦，用法律来行啦。所以呢，还没讲吼，咱这主要干部嘛，压力很大呢。因为一刚刚就请那姚家文迄个读个派咧，甲你讲，我没有看到美国军事政府。看到会，听到会气死的。啊，你有看到美国军事政府有无？有啊，对啦。后边的停机坪，
美国已经讲要和咱台湾民政府谈判，我甲要求讲派五个去，当然又讲Roger 你嘛爱去，我无问题啦。你如果给我旅行证件，我就会去啦。但是你嘛爱写一个保证生活啊呢？你莫甲我骗嘞，骗去太平洋甲落来呢？哎呢，哎，小人会安尼创，我无甲你骗嘞。你一个写一个保证书，我交予大家人，一人拢一份。安尼我出去，我才会回来啦。你要好，要不要回来无？要啦吼。我感觉吼，和美国安尼算嘛真趣味呢，斗智嘛，对吧？所以咱即摆拢盈盈坐只等，美国人，你爱替我做，你爱甲我做啊好。伊讲为什么？啊，你甲我占领啊！所以我嘛甲讲，占领不移转主权，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好啊。这两句话爱记到头壳内底，随时提醒美国，随时提醒中华民国。所以四月二七要去 AIT。要去日本交流协会，大家拢爱递帽啊！迄帽啊，伫楼骹黄小姐遐有啦，一顶500块尔啦，毋是你趁你个钱啦，迄韩国做个啦。刚才你摕去收遐钱嘛，不止500块，我甲你讲。深色的西装，你是民政府的官员啦，你早晚爱穿啦，我无甲你骗啦。总理他拄啊伫遐时阵，我无听你讲哦，伊毋甘脱掉呢。我有洗了啦，因为我有其他的西装啊。我想讲，我穿这个深蓝色哈，看当安尼冒充一个无，很难呢。颜色、啊、真的、哦，谢谢。哎、啊，谢谢。另外哈、哦，我阁讲一摆哈、哦，我希望恁厝内底有三支旗啊啦。美国国旗恁都已经有啊，啊你若挂到垃圾去哈，摕来换免钱的。美国国旗啊。军事政府占领旗，加迄个民政府台湾民政府的旗啊，这两个你一定爱有啦，我甲你拜托啦。一输啊钱尔吼，啊人去做都爱钱啊，你一定爱有啦。啊，若有这两支旗啊吼，上好再有个那个什么，迄、那个啥旗杆呐、啊，未使用，对，未使用德国，我阁讲一摆。啊，系啦，我甲中意借15分哦，超过3分，我今天。上到这个地方了，因为这期我上6点钟久，因为过去我都上6个小时、啊、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彻底明白，彻底了解。现在过来总理要跟我们说那个闭幕式、啊、然后就要翕相、啊、翕相然后就可以回家、啊、你如果有开车还是说你一个人要当在一些东西在坐同样的车，这样好不好？大家互相帮忙啦，好不好？啊，同时我甲各位宣布哈，我从明天开始哈，我接任高雄州的州长。啊，原来高雄州的州长哈接任台湾民政府海关总署署长，我就做大了，会兼那个夜间哈移民署的署长，那是咱的州长哈，头一个身为。中央的人士啦，而且权力很大啊，就这边跟那个美牛有关系啦，因为我们会去谈判啊。你中华民国在雕，你做你去雕，美国是要创啥？你敢知啊？健康，我是一直不爱哭，不爱讲啊。美国军队要入来，美国人要吃的啦。你台湾人有几个人吃牛肉啦？足济人无你吃啦。拢是美国人家己去食啦，啊，比如讲靠呀，我美国人家己要食也袂当进口，啊，瘦肉精，根本就逐工去食。所以海关咱要甲占啦。多谢各位，谢谢。起立！起立！中立地属。起立！起立！站住！啊，各位同心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
可以说这三天来大家都很有收获，头先听大家这样真认真跟秘书长鼓掌、哦啊、我们进步可以说很近，进展很近。主你2010年9月8号我在华盛顿回来，那当时、啊、我们核心的干部10个人、啊、包括中南部那些比较没来参加台北的开会，上届是50，这次我们这么多人了，千多人嘿嘿叫。然后我们去年到这当时不但我们人数增加，我们对美国对日本的交涉都已经进入正常的轨道，其他的所有力赢的这不管是台独联盟、民进党或者是正名正贤台联党都无法度像咱安尼，大家欢喜无？所以咱足感谢，咱对零甲一，从零变成一，这段日子艰苦、艰难、困苦，唔是各位当想象的。特别是咱秘书长，对2005年开始，就写一个 "What are you doing" 来质问美国政府。说你们在干什么？为什么把台湾搞成这个样子？批评文章是掷地有声，在《Washington Post》的顶出来。2005年9月20号，我按头甲读7月20号，按头到尾甲读，足甘心，足甘心啊！这篇文章就是后续，那在2006年10月24号，正当我60岁生日迄天，伊告美国政府提告。那无这个动作，无这个勇敢的行动，那无不今日。所以，咱个秘书长鼓掌一下。咱说了去，在2009年4月7日，美国高等法院甲咱宣布啥？伊判决书讲，台湾人无国籍 （stateless）， 台湾人无世界公认的政府。台湾人生活在政治联合之中，美国政府有义务遵照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来做代志，然后联邦行政单位一定要协助这个台湾民政府，协助阮国咱秘书长代表来达成伊的目标，大家欢喜无？即摆足明显，足明显，美国的国防部。美国 USMG 直接要来跟咱斗三工，同齐时阵，咱已经把日本看出来。我本来初到九点，早时啊九点要去东京，下早啊九点要阁坐飞机回来遮，要这点这个时阵要阁直接甲大家报告。但因为讲四月有较重要的会，吼、哦，较济人的时阵，我可能会去参加迄个会，所以这边。三月甲四月差一个月尔，我就怎啊 delay 吼、哦，甲 postpone 延后，安尼你也想看卖？日本有关心咱 TCG 无？日本甲咱的交往有密切无？但是咱伫日本甲美国方面做了足成功，不过咱国内要唤醒咱的所有基层的民众来全面的觉醒，这是咱未来应该做的工课。所以咱真啊真欢喜，就是今仔日啊下早10点的时阵啊，伫田中甲参北交界迄个所在，叫做大社路大社路，遐有一个足大的一个庭院，会当容纳500个甲800个人。下早啊，咱何瑞贤、咱何顾问伫迄个所在演讲。本来我是讲，我若是无去日本，我会再透早买落去，甲讲一下。演讲一下，才10分钟还是30分钟，然后我才赶起来这来甲大家做参加这个闭幕式。至少500个人，你啊看，阮这个咱这个台中州的这个州长，伊一个一几个啊吼，五六个啊，这核心干部认真伫这个选举以后，拢去各村头、各镇头去咧走讲演讲。庙埕，还是讲
这个点头，安尼三十岁啊讲，五十岁讲，上济七八十岁来安尼甲因沟通，甲伊讲咱 TCG 咧做啥物，互因了解，足济人觉醒，讲讲过去许民进党骗去啊，所以主动愿意甲因过去帮助民进党的这宣传车提供免费，甲咱到处宣传，大家欢喜无？所以我伫遮希望各位回去的时阵，甲恁各州的州长帮斗三工，伫你的地方、你住的所在、你的村里、你的庄头去咧游说，然后甲你游说的情形，甲州长稍微沟通一下，然后州长来当派相关的人，咱的基本干部去参与，啊，然后一庄头一庄头安尼讲，咱对庄头、对基层的民众开始做起，从基层打起，咱的底就足在。唔惊面顶安怎去安尼甲咱撬，所以啊，我感觉讲，咱今年以来，资料可以说可圈可点。不管咱去美国表现嘛真好，咱去日本，我认为嘛是100分，大家欢喜无？但这个欢喜，咱咧化作积极的行动，每一个人拢是一个尖兵，一个人爱当十个人用。所以咱希望每一个精神上统一起来，在咱秘书长这个理论论述这个机啊的后面对行，咱一定成功，对无？所以今仔的时间也到啊，啊，外口天气也较无遐尼啊好哦，今日落雨，所以我讲我这个所在，多谢大家参与，谢谢。颁发证书。就会颁发我们企业证书吼，陈永泉，陈永泉，陈永泉，点解你捐千五块吼？啊，他个迄个我拢也未互你收据吼，他个爱来楼卡收收据互你吼，谢谢。哎，陈喜夫，陈喜夫，陈喜夫，林有义哟，哎，林有义，蔡文鹏，嘿，林文龙，我电话给你吼，林文龙，吴庆生，吴庆生，杨华美，杨华美左边嘿，吴庆生。林又群哟，他是又哟，林又群哈，啊，张婉如哟，张婉如，张简美秀，张简美秀，林玉群，罗喜豪，罗喜豪，嗯，罗喜豪，陈菊美，黄美玲，陈菊美，黄美玲，黄静源，郭聪毅，郭聪毅，嘿，林丽雅，林丽雅嘛，黄静源，林丽雅，林丽雅，嘿。欧瑞佳，哟，欧瑞佳，黄开贤，赖玉莲，黄开贤，啊，瓦吞迪罗，瓦吞迪罗 ，Who is 瓦吞迪罗？陈思怡，陈牧人，哟，陈牧人，哟，杨明道，杨明道，李林真，赖世忠，赖世忠，李林真，邓夏，邓夏。过来是丹马斯，丹马斯嘿，李进禄，李进禄，丹马斯，李进兴，李进兴，嘿，黄慈惠，李进禄，黄慈惠，许进荣，许进荣，杨敦彦，杨敦彦，杨敦彦，张明珍，黄慈惠，庄丽荣，庄丽荣，宋新松，庄丽荣。苏家镇，苏家镇，叶荣展，叶荣展，王桂梅，陈和潘拿，温美莲，陈和潘拿，李连华，李连华，陈冠宇，陈冠宇，黄武德，黄武德，邱美文，邱美文，李连华，王琼慧，王琼慧，廖凤林。廖凤林、王琼慧、钟明、钟君明、钟君明、嘿、钟君明、冯素珍、冯素珍、徐生泰、徐生泰、黄总瑞、黄总瑞、张潘仁霞、张潘仁霞、李英茂、李英茂、李婉秀、李婉秀、陈继文、陈继文、李婉秀、陈继文、林丽玲、林丽玲。张潘仁霞、林丽玲、陈李孝瑞、
陈李孝瑞、曾千秋、千秋、陈李孝瑞、陈南母洛、南母洛、陈南母洛、陈南母洛、陈邦吉、李俊辉、李俊华、陈邦吉、李俊华、林淑顺、林淑顺、林克燕、林克燕、张和仁、林克燕、张和仁、张和仁、郭龙德、郭龙德。郭龙德，你家嘿嘿来。郭龙德，刘建新，郭龙德，刘建新，尤峰宁，尤峰宁，嘿，尤峰宁，尤峰珠，尤峰珠，尤峰宁，潘淑墨青，尤峰珠，曾桂英，曾桂英，曾桂英，吴俊华，你没有？来给我，我没有，没有来的啊。来，吴俊华，嘿。我再点一次啊。李俊辉、陈继文、郭聪泰，哦，过来。吴庆生，吴庆生，哦，我吞地肉。曾桂英，哎，尤峰珠、尤峰宁，哎，吴俊辉，吴俊华。尤峰宁、尤峰珠、花村地楼，谁的？哪一个？好好，你还记得回？你叫啥名？啊，曾桂英，好好。啊，安尼咱就结束啊，你哈。起立。行嘞。咱要离开教室。